上帝怎么这样多，你却碰到我。过去我没有见过你，你没见过我。我身边人有这样多，这样的机会不太多。人生巧合，凑巧相遇在一起，相聚只一刻。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像对一梦话说。哦，感谢这一刻转眼。另外这一份也是哦。好，好，努力加油。没问题，谢谢。谢谢，辛苦喽。Mindy， 一起吃个饭吧。David， 你怎么不早讲？我跟朋友先约好了哎。你要算吧，每次来这一套。真的啦，要不然下次我请你算赔罪。哎，去哪里？吃饭。下午的会皮绷紧一点，关心重大，不要出包。OK， 我一定会准备好的，你放心。嗯，好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Honey， 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啊。哦，好香哦！香哦。嗯。你在做什么？你最喜欢的味噌汤。真的。哎，小心烫，小心烫。赶快趁热吃，你等一下要上班。嗯 ，Sorry， 每一次都让你做饭。不过现在我想先吃别的。因为下午我的皮要绷得很紧，所以我现在想要放松一下。乖，先吃好不好？嗯，我很乖，我想先吃啊，我饿了嘛。好。几个可能的人选呢，我帮你打听过了。
韩国的 Jennifer 呢，你也知道，她能力好，资历好，但是就是不会说华语。然后香港的 Luke， 他是去年金鼎人奖的得主，啊，可是他个性高傲呢，上面人不觉得他适合这公关部长的位置。剩下来就是 Kate， 啊，新加坡来的，好消息是，他才刚结婚，他才刚结婚，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怀孕生小孩。那这样算下来的话，你是最适合的人选，所以平常心表现就好，加油。Thank you。总经理，你好。这个工作一派出去就至少三年，接下来按照惯例再派往欧洲的可能性也很高，那么未来对你的婚姻以及家庭都会有冲击，你有准备好吗？抱歉，维妈，你现在打电话干嘛了？我正在开重要的会议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通电话会害死我！你是讲啥话啦？什么事情啊？我是要跟你讲，那个家我袂阁再倒转去啊，拢交予恁咯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不是上高？恁爸爸就交予你照顾啊，我要来走啊，妈。妈，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总经理，非常抱歉。嗯。各位，抱歉。打电话给明芬。正在打给明芬。喂，你是谁？把电话给妈妈，乖。把电话给妈妈。妈，给我听电话。把电话给妈妈。妈妈是谁？喂，明芬。明芬，妈有没有去找你啊？没有啊，妈怎么了？妈好像不见了。什么？安静一点。妈不见了，安静什么啊？不要再吵了，凯凯向妈妈刚才讲电话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准备一下，赶快回家一趟哦。就这样，拜。打电话给明德。正在打给明德。快点快点，红灯快一点。接过接过。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没有良心呢？喂，谁没有良心啊？不是啊，许明德，妈有没有跟你联络啊？我才刚下飞机，怎么了？妈不见了啦。他说他要把整个家交给我们。啊，说什么啊？天哪，算了算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先回家一趟哦。可是我要先回去跟老婆报道。哎，你像个男人好不好？我在家等你，就这样。然后再来啊，啊，两个早对安了啊，啊，不然那么多呀。爸，是你啊，你厝哪有白接电话？妈回来未？无看人了。又打电话我，讲伊白回来啊。恁两冤家是？查某人就是安尼啦，讲两句话使性地啦。
啊，你敢查阿妈去倒？卡是伊的，我嘛知去倒。爸，你甲妈两个拢几岁人啊？拜托一下好无？莫逐天变些有诶无诶。好啊，老爸到以后要食饭啊啦。你用米，这米是要用煮，不是用泡的啦。不错。娘。好，那你去帮忙。来来来。妈妈，爸爸都不给我玩。你去跟爸爸讲，叫爸爸给你玩啊！爸爸，你跟妹妹玩，你看妹妹、阿公在玩什么？快点，快点去看！哎呀，不是说等一下跟你玩吗？乱动！哎呀，我靠，我被你害死！哎呀，好的。妈妈，跟我玩。你去跟爸爸、妈妈在找阿妈的东西，好不好？跟我玩。伟忠。你快点啦！把凯凯带走了，快点！哎，过来过来，下关给你玩。等一下再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妈妈手链要掉了，要掉了，哎、要掉了，放给妈妈。好啦，乖啊、嗯。姐，客厅的柜子里我都找过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封信也没有，但现在也没人在写信。这小时候妈买给我的玩具，每天晚上睡觉前你都非得跟我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计较？最后我还不是让给你。姐，妈的衣柜里怎么都是你的旧衣服啊？我买新的给她，她就是不穿呢、啊。应该许明德他们来了。伟忠，伟忠，你去开一下门啦，伟忠。不要乱动。伟忠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来了来了。哎，叫小姑姑。小姑姑好。叫大姑姑。咪，来。然后你们，你们现在才来啊？还穿过女装哦？对呀，果果说我们很漂亮哦。头发颜色新染的，好看吗？都是同一个设计师弄的啊。哦，原来是设计师迟到，所以要盛装打扮才能出门啊。小心啊！小心点，慢慢走。我妈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的？我在开会的时候了。哎，怎么这？爸，给我等来啊。爸，我们到了。哎，爸，哎，伟忠，哎，亮亮，那怎么没有叫阿公？阿公，大声一点，阿公。哎，好乖。吃过了没？你哥都紧张死了，哪有时间吃啊？哎，妈还是没消息吗？没有。啊，哎，会不会跟人家外遇私奔了？婉琪啊，不要乱讲话。怎样？他报警了没有啊？报什么警？那个打电话等我问了，老师就知啊。这已经有卡过啊，阿妈就讲无啊。那要不要打电话问问你妈的朋友啊？妈哪里没有可以哦？晚上想吃什么？披萨。
好啊，吃披萨好了啦，吃披萨比较方便嘛。哎、欸，好啊，那我们点那个玛格丽特好吧，那很好吃哎。好了，嗯，好、啊，那我来点。你不要一直玩好不好？爸，阿姆现在吃披萨好不好？欸、我吃不下。爸，我来巷口买一碗面给你吃好不好？我来补我十斤我足歹食的面，今晚要搁买面给我吃。我啊身体一天啊无白米饭都挡袂住，你敢唔知我有糖尿病？来，番茄酱为你吃。番茄酱。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来，看看要吃披萨是不是？对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放这，自己拿。说谢谢。吃披萨，谢谢。爸，爸，拿披萨。来。爸。爸。这行靠背差不多没吃，好吃。你可上没吃这些嘞？阿爸，你要去倒啊？我出来行行嘞。现在怎样？爸谁照顾啊？哎，公司电话，你们先讲啊。喂，嗯，好、哦，没有回家，要不要去那边看电视？好哦，伟忠，来带你女儿过去啦。我很忙，让她自己过来就好了。你忙什么？你已经打电动打了一整天了。我记得今天是九、欸，我工作很累，下班想做什么是我自由，好不好？难道我带小孩就不累吗？小孩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吗？没事，快点啊！你不要你家里出事就把气出到我身上好不好？什么叫你家里？这里是我们家。嗯，带走。许明德，说尿尿宝宝喂。这里还有一个。爸爸在讲电话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哎，对。Hello， 许明德。好。你告诉个鬼啊，快点。请过去。你拉一下 Sophie， 他那边有一个备份资料。对。你拉 Sophie， 对，那边有一份备份资料。OK， 好呗。亮亮怎么不乖呢？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好，来亮亮，来，爸爸喂，爸爸喂哈。我先问妈妈可不可以喝可乐啊？唱去对遐呢，这敖唱。爸，你去找啥？我咧找我的药啊啦。啊，恁母啊，唔知啊，唱去对遐呢，这敖唱。找药啊？这应该是你买的药啦，吼，还是倒一种？你来这包？对啊。嗯。爸，你要确定这包？
应该是啦，无紧来食看嘛，食袂死就是啊啦。阿红啊，昨恁母甲抱咧摊啊哦，伤热啦，你等下甲换咧蚕丝被，哈。好，我知。在等哪个妞啊？哇，没看过的新衣服哎，蛮适合你的。旧衣服了。哦，真的好累哦。好，蛋饼，嗯。我要咖啡。浓。马上来，谢谢。小心烫哦，刚包好的。嗯。我妈的事，你帮我问了没？我都问过啦，市政府的朋友说你妈没有失智，也不是走失，她只能算是离家出走，所以最好先到管区的派出所去备案。哦。我快疯了！天哪！啊，怎么办呢？嗯，元气，元气，元气什么？现在谁可以来救我啊？天下大乱了啦！我快疯了我。我会去拜托我以前那些警界的朋友，然后请他们帮我找找看。真的吗？嗯。我就知道你有办法。嗯。老林，我好饿哦，可是我又不想自己吃哎。啊。爸，吃早顿哦。哦。这间人在吃。我要上班，你早顿去吃吃嘞。药仔放伫桌仔底，猫拢甲你分好，你找时间吃就用得。哎，我不爱吃啦，我要吃饭。上次买三样菜。你吃完先睡在椅。我甲大人今天开会，我都替你传。恁这少年人就是安尼，干来养替家己想，也袂替老人想看卖啊嘞。现在时代无同啊，较早是养活黄老，啊，即嘛吼是啊，安尼嫌老人哦放坏子孙啦。迄早唔系买屁衫吼，啊，拖咧几百大火啊吼，啊，早就出来甲你买买嘞啦。啊，袂烦恼讲，这老人食会落也食袂落，爱高兴也袂高兴，啊，是讲高兴嘛，拄啊好尔啦。喂，啊，我着加顾人。是，是，好。饲囝哈，我在路上了。啊，对，忙的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安尼咧讲，教咧甲咱听，安尼啦，安尼我着做会走啦哈。这叫做时势哦，哈，啊，这嘛时代是拢做安怎的哈，凊彩啦。
顽固。谁理你啊？今日吃的饭，你要来送菜。这你歪吃，弄我。安娜，阿遐唔甘愿了。你买的物件我拢替你穿好势啊，阿你还无满意哦？一家大汉，男排都不晓煮，爱用买的，都怪你嫁不出去。啊，无菜包两钱要怎吃啦？Baby 找你哦。哦，嗯 ，Thank you。Baby， 你找我？你很少迟到的。坐吧。你到底想不想去新加坡？当然。上次面试表现失常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帮你善后了。这次的业务大会，总裁也会来，你也知道攸关我们台湾分公司的平等，所以请你谨慎以对。不要把全公司都拖下水 ，David， 对不起。我希望以后可以不要再听到你说对不起。爸，搞错。你来吃饼啊？啊，你平常哪拢无爱吃？是我买物件，这菜你无爱吃是毋？啊，你明明知影家己有糖尿病，迄饼的糖分遐尼高，袂用吃，哈？卖吃啦！是安怎啦？我跟你讲话，你有听的无啦？爸，你嘛给我小心一下。你敢知我逐天上班压力有偌大？你著明明知影家己有糖尿病，医生嘛有交代过，遐有诶无诶物件袂用乌白食，尤其是糖分伤悬诶物件，饼、糖啊遐拢袂用食，你嘛知啊。爸，我咧讲话你有听到无啦？啊，佫有啦！你若咧放尿时，拜托你放较准诶，规个便所咧臭毛毛。食物件食完哦，麻烦一下，换小洗一下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怎么做你永远都不满意。好啊，干脆我请皇后来伺候你这个皇上嘛，可以吧？满意了吧？你怎么这么讨厌？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人？这么讨厌，这么讨厌，讨厌死了！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！啊！
嗯，你要先开门，应该是日间照顾的人来了。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来啊，来这坐。唔免啦，我带你来坐，随便坐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我是伊个明仪，因大兄叫明德啦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这个是阮上细汉的，叫明芬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兄妹啊，平常时拢住伫遮？我暂时搬倒来住。哦。啊，爱照顾的是爸爸还是妈妈？是爸爸啦。哦。啊，妈妈嘞？我妈妈出去去找朋友啦。是啦，是。是啦。我看无顾你四点钟规工的啦，啊，回到阮家阁有客房哦，安尼阮兄妹也较轻松啦，吼。嘛好啊。啊。哎，你现在许金龙哦，起来啦，哥，你去帮我拿筷子啦。嗯哼。哇，好香哦。每年元宵节就等妈这道菜。哎，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后来去朋友家玩才知道，人家的元宵节是吃汤圆嘞，我们家啊传统特别不一样。其实这道菜啊是妈回来之后才开始做的。哎，你慢一点啊。还记得妈第一次做的那一天，明仪啊躲在房间里死都不吃，还是妈一直拜托她，她才吃的。又不只有我，爸也没吃啊。对耶，我好像没看爸吃过。哎，姐，这里面还是硬的。哦，里面还是冰的。许明仪啊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人家妈是先用微波炉解冻才去烤，哪有人直接拿去烤箱？这不都浪费掉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以前都是妈在弄的嘛。你啥人？哦，我叫阿敏啦，来照顾你的。你别看我。不要紧啦，我甲你扶，哈。今日别看我听无用。哎爸，伊是阮请来照顾你的啦。啊，伊是我都在上班，阿敏啊。会给你斗三工处理厝内底的代志。我爸的脾气比较奇怪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哦。不会啦。老人家都是这样啊，可是他看起来还蛮健康的呢。他走路不是很方便，膝盖这个地方。然后吃东西要帮他准备。嗯。尤其是上厕所，需要人家帮忙。那他是尿失禁，还是便秘，还是人工肛门啊？小声一点，他很爱面子。是人工肛门。好啦，那我知道了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有任何状况，你随时打电话给我。好啦，你不用担心啦。好，谢谢。行行，熊班。好，麻烦你啊。拜拜，交给我啊。好。喂，来来来来，你家来，你家来。头家，你是安怎小？安怎？我的家境簿也无去啊啦，哈！我安尼下好，你来随无去，你来家厝说还我。
寄金婆啊！你要哪过啊？来，你敢出去？啊，你看待啦？做人吼，脚手较清气咧啦，莫安那煞鬼啦！你看你倒？找出现我，无我报警哦！我跟你讲啦，你一进门吼，就擦那边擦那边，我就看得出来啦。你敢出手对啊啦？你跟我讲，物件你看在倒，是嘛是安那？哈？我看你拖鞋啊！啊啦，你擦那个乌人，你搁安尼，我就报警哦！你敢出手对啦？你又要食伤济是不是？我又讲无食伤济，对身体无好啦。你看那我食啥药食伤济？你今日要出去？没出去。啊啦！来来来哦！啊，我来干哈？我跟你讲，我去欢迎狗你哦！啊，狗，你狗，我跟你讲，长来狗啊！哈，你，我跟你讲，你这种老花眼，我看真济啊啦！叫你查某囝倒来狗，无好啦你！啊！你走啊，小查某！哇啦爸，别生气啊啦！让他走了，腳手沒神氣，咱兩個帶著叫他好啊。別這樣講啊，第一天來上班，啊也真有可能是咱放東西，放一堆放到自己忘記了嘛。啊，那個事情，我遐久放忘記了，要用人喔，讓我探聽咧，不用找了啦，我攏找過了，沒啦。好啦好啦，无你莫生气，你先休困，啊，这代志我来处理，好不好？来，听你啦，来，听我管的。这我用得好，你先出去。好，你提较快，头较袂戆啊。唔免啦，你先出去，吼。好啦好啦，我家己得好，好，你先出去。你现在比三棒动啊，反正我没人搞就对了啦。水仔你，你怀疑就好。太衰啦！今日代志对你实在足失礼呢。啊，你等我一下。这有你啦。啊，另外这是我淡薄仔心意。临时林爷叫你走。真的对你很抱歉，许小姐，你不用跟我抱歉啊。我先走了，孙家，拍死了哦。
要不要开讲？嗯，久无讲话变矮高的。是安那啦？家里的水母冤家吼。哎呀，那要搞冤家唔真好，都是冤。哎，阮两阿婆到底吼对一片门死板啊斗袂下？讲伊有做无？做做诶，做遐做遐吼。啊，后生查囡爱诶物件，拢啊款较焦焦扁扁。啊，咱若爱啥物件，嘛甲咱穿好。啊，都是拢毋敢讲话。你都爱较体贴诶啊。爱死你啦！阿仔，唔知是恁讲我是腿，那伊个心肝约袂着，伊到底是咧想什么？来啦，浸一下烧水，帮我轻松。好啊。喂，你好，是，我就是。什么？长官你好。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是许静龙的家属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谢谢。第三次啊，吼，是许金龙的家属吗？是，我是他女儿。江伟，跟你爸讲一下，以后那种地方不要去，年纪都那么大。是不是跟你等？这边是路中，你开车安怎危险？你开门。你去上班啦，我慢慢来行的。爸，你莫安尼啦，咱两个有啥物话袂通啊？你好好讲诶，是我姑丈你，你门关起来啦，我给你拜托好不好？我不是三岁囡仔，查甫人伫外口乌白来找查某，这我不是唔知，代志拄着啊，咱面对就好。爸，算我拜托你，莫安尼好不好？David，你最近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临时改会议的时间，这不像是你的风格。我家的确是有一些状况，但你放心，我可以处理，也不会再耽误工作。新加坡你非去不可，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以后要升职就更难了。我晓得，
明天业务大会之前，我会先去饭店接总裁，你跟我一起去，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一下自己，因为我听说总裁回去之后就要对新加坡外派人选做最后的决定了。 David， 你对我实在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只是先派你去探个路，我随后就到，然后你好好表现。 Yes sir。 安全安全，各位你早去抓，有查到什么吗？迄个吼，还是家兄弟想啊，穿洋装迄个，就是你讲恁平妹妈妈啦。无什么确定啦，但是应该是无唔对，应该无唔对，应该无唔对啦。你看头前，这里有我的地址啊，不用找出来。这里传我。什么在传给你？警察要搁做嘞？拜托的啦。家己翕啦。嘿吼，头一家兄弟伤遐大卡哦，无啥可能是去自杀啦。这上个重要。重点是吼，你给我迄个身份证号码，对吼，我去查起来。彼查我较早捌去互关过，较早要票据外的时阵去互关一年。去互关过？那有可能啊？你有查唔到伊无？那无你就去查看卖嘛。这我妈没有错啊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穿的这么时髦。如果啊，我是说如果，你最后发现你母亲她其实并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什么意思？如果我妈跟男人私奔，我也觉得这也没什么伤天害理的。哎，不过我突然想到，我都还没有看过你妈本人，她是不是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啊？不知道。你是我的秘密，我的秘密情人。那谁是台面上的情人？不告诉你。喂。No。喂 ，David。啊，是，我知道。你放心，我知道这一次会议很重要，所以已经有，我提早做准备了。我晓得，有 ，Jenny 那边我已经交代好了，该准备的那些器材啊、设备啊，他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们提早碰面，我再跟你讨论。OK， 好，拜拜哦。爸，姐姐等了。上家里去呗。啊，我伫外口给你叫，你拢无甲我应。我当然爱你要看一下。你先吃嘞，我等下才吃。物件拢甲你穿好啊，就趁小食嘛。
我来跟你先去吃饭的，哈，你若讲袂听，啊，杂杂念，你若遮啰嗦，啊，哪来哪是恁老母啊，哈，念袂煞。无你即摆是安那？你又开始辱阿心？我当时甲你辱。有辱无辱，你心肝也真清楚。你交代的代志，我倒一项无甲你做啊到，袂输甲咱皇帝共款的，拢甲你穿好好，早顿嘛煮好，叫你去食，你即摆阁无爱食。无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今日就电话花开，你知无？我讲阿你动你去食，第三去开门的。我不管，你今日一定要食早顿。无爱啦，莫客气，莫客气，来吃早餐，莫叫啦，吃早餐，莫叫啦，今日就先我吃早餐啦，吃。不是今日先去吃。歹势啦，这被单洗洗就好啊嘛吼。爸，我带你来去下间啊洗洗嘞，来换一件新衫，换清气的衫，安尼就好啊。歹势啦，爸，歹势啦，莫紧啦，这莫紧啦，这莫紧啦，这莫紧啦，爸。是我唔好，啊！甲恁阿母啊气走的，啊！我这规身躯吼全白了了，真正袂用的无伊。你会当替我甲恁母啊找回来无？你甲讲，以后吼，伊若要做啥物，就做啥物。啊！若要去找啥朋友，拢无要紧，我袂搁甲限制啊。啊，你放心啦。我会改啦，我脾气歹，我知啦。啊，恁母啊，你甲照顾吼，都有够忝啊。啊，我伫边啊，啊，甲细细念。啊！不过会气到离家出走，啊！其实恁母这世人吼，吃足侪苦的，这我嘛拢知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会把妈找回来，吼。以前就讲你爱做福建，
熊妈妈看人心吗？我这不是病，是老了，不好啊啦，不需要带我做福建，带我吃薄饼。今下班了。啊，你那吃两个头路，遐一天无去上班，是要紧也无啦。迄无要紧啊，我伫公司安尼侪年啊，请假几工哪要紧？明仔我去公司交代一寡代志就好啊啦。坏代志你免烦恼，我来去批假，先呢，我找一下 David。Okay. 有空吗？说。那天很抱歉，我爸发生了一些状况，我没有办法把他丢在家里，然后自己跑去新加坡，所以让你感到失望。没想到你是这么顾家的人啊！我也没想到。你先坐。既然这样子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就结婚、进入家庭，然后当一个全职的顾家的女主人？我哪像？有谁会要我啊？我是认真的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爸，我走，我来穿早顿。上班吼，上加晚，上忝。以后早顿吼，由我来做。来，这。这两个苗真正啊不得不吃。啊，但是啊，早时爱食点两口营养，吃。艾米，阿爸嘞？跟朋友去吃饭啦。应该不会喝酒吧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结果，你回来照顾几天，就知道爸没在喝酒了。你会不会觉得妈会离家出走，是因为我们把爸丢给妈一个人负责照顾啊？没错，规章好好。你即马知影吼？你若回来照顾老伙仔一礼拜，你就会知影讲什么好做人生啊？嗯？人生啊，你爸，
啊，恁三个伯哦，哦，我因后生明德啊，啊，啉酒啉啊一半人无爽快，啊，即摆人咧？较慢咧，较慢咧。太谢啦。阿伯，请坐。坐等咧，我有代志。你啊，休息睏一下，我先来走。啊，你莫坐一下。我有代志。海水，海水啊！多少年后？再见。海水啊！你爸爸，你上爸进来啊！爸，你身体拢安尼，搁饮酒，来楼顶休困啊！无代志。行。莫啦，咱来楼顶休困啦。不要紧。爸，先吃一点仔药啊啦。啊，你过阿姐，有较好啊。等下再吃。安尼啦，我来讲一下我的想法啦。我袂当阁甲恁拖累落去啊，尤其是明义。爸，你酒啉伤济。爱只讲什么酒话啦？爸，有什么代志，明仔再搁讲啦。先起来休困啦，行啦。行啦。我着讲恁坐咧听我讲啦，我足清楚的啦。若要搁安尼落去吼，你连头路都会无去啦。还佫有，你拖一个规身躯拢当病了了的老人，谁敢娶你？啊，我也无讲我要嫁，你是你烦恼啥啦？你唔捌啦，我结婚啊，一波有甲阿娘在那边讲好啊，是恁三介绍的，已经不离啊熟悉。爸，这件代志咱先，卖阁讲啊，我想要做我要做的代志，阿无阁拖落去。我无病倒，你会生病倒。再见，快点，妹妹过来。阿公，你要去哪里？阿公要去铁佗，你要去吗？嗯，我想过来。啊，好，爱乖乖哦哈。好，起身，起身。啊，去玩，去玩。爸。别紧啦，早都爱去啊。啊，你家己要穿较少的哦。好。有爱记得食哈。好。爸。我送你转了。免啦，送啥？都不能送上山头讲，歹决定。免得搞乱就好。我洗衣哦。啊，你扶我紧到头。好。帮你收起来好不好？好啊。轻一点。女孩哪里还要放玩具？凯凯，可不可以借阿姨玩一下？可以啊，谢谢。凯凯，你带妹妹去阿公房间，把礼物跟玩具收一收。快，去收一收，乖。这不是小时候爸买给我的玩具。我记得被你玩坏了，怎么还在？爸把它修好了，那时候我被爸骂惨了，之后就看到他一直修。我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说，最害怕看到你失望了，所以一定要把它修好，他不想看你难过。
你想走哪里？你哪能走啦？哪能走险嘛？你知无？哎呦！好，喘者，喘者，喘者。你走哪能走？哈？什么代志？爸。哎呦！嗯，你死嘞！你对我来等我无？哎呀，爸，不是跟你讲啊，爸来啊，吼，咱大家方便，吼，你等。我妹，你对我来等我无？你听阿爸的话，阿爸不是一个好老爸，会拖累你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不是一个好爸爸，你有这多缺点的，杨哥。你永远都是我的爸爸，你跟我来等。你听我讲，你等下，阿兄你今晚来干活，好不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爸爸，你永远来等我，爸爸。喂，明依啊，我找到你妈妈了。她在哪？她现在过得好吗？秀啊，哇，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回家？不回家。我现在随回去，把家里的人叫来，跟，也要把你跟回去。在最深最秘密的地方，种下你最诚挚的目光。于是想要相信的渴望，开始静静悄悄地发芽。听你说用最深最